好好准备啊，他们后边就是你们啊，好好准备啊。好，哎，对对对，好。你这个闲人又来干嘛？我这个闲人来找琪琪啊。学长，学长，坐。校庆的服装你都准备好了？当然，这可是跟梁晨近距离接触的机会，我肯定会好好珍惜的，你说是吧？是啊，我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，只能做做任务，炸炸烟花。哎，学长，那有机会我们一起组队啊，听说你玩得特别好。其实我没顾飞明操作好。是吗？可是我之前约他了呀，人家说了自己没时间。有的有的，这不是忙吗？那一会儿彩排完正好没事儿，一起啊。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行吧。别动手动脚的啊，琪琪。嗯，帮我拿一下，一起上厕所呀。他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简直不择手段，让我晚上怎么办？有话好商量。没得商量，你今天说什么我也不会答应你。